Hello， 大家好，我是阿 Ben。 生命恩泉除了对我来说是一个制作复传的电视或者电台节目的地方之外，对我来说是一个信仰成长的一个家。我怎么这么说呢？是我参加了生命恩泉是超过了10年了。咁喺我初期参加生命恩泉系作为一个嘅义工开始啦，我就亦都参加咗佢哋嘅信仰培育班啊，同埋佢哋嘅备证。咁喺个人嘅信仰成长方面咧，我觉得系好大嘅帮助嘅。咁但系对我信仰嘅大跃进咧，其实就系当生命恩泉系决定咗要做呢一个嘅复传团体之后咧，我就参加咗佢哋嘅祈祷会啦。佢哋嘅敬拜讚美啦，同埋近排嘅漁夫訓練計劃課程。咁而喺當中嘅我哋一班嘅兄弟姊妹咧，一個嘅團體咧，復傳團體咧，係大家一齊係互相鼓勵、互相支持、互相鞭策、互相一齊去學習，係為大家去互相祈禱啦。學習怎樣在復傳那裡去做自己的見證，去學習怎樣去做復傳。在當中整個的歷程我都見證了生命恩泉搬家，搬了4次家，其實都是每一次都是很累的。每一次都是因為我們是需要去租這個地方，所以是每一次都是很勞師動眾。所以我亦都見證到咧呢個地點嘅重要喎，因為冇咗個地點嘅話咧，我哋做復傳嘅一個團體咧係好難生存到啊。因為假如你單靠一個嘅網上或者係一個嘅小地方，又唔可以做到真係一個大型團體嘅復傳，咁變咗對於我哋想做到呢一個嘅目的嘅時候咧，一個嘅地點咧係好重要嘅。咁所以我知道咗生命恩泉當需要呢個籌募呢個嘅永久會址呢個地點嘅經費之後，同埋呢個 project 之後咧，我係好開心，因為我覺得呢個係天主俾生命恩泉嘅一份禮物，同埋俾生命恩泉嘅一份祝福。咁所以咧，我係好全力咁樣去支持呢一個計劃嘅。除了用我自己的身體力行啦，我的服務啦，我的祈禱，同埋我用我最大的努力咧，係喺 financially 去幫助生命恩泉之外咧，我亦都好鼓勵大家啦。假如大家有你哋嘅祝福，有你哋嘅鼓勵，有你哋嘅祈禱，有你哋嘅 financial 嘅支持，咁呢一個對生命恩泉嚟講咧，係一個好大好大嘅鼓舞。咁所以我係好誠意咁邀請大家去支持呢一個嘅生命恩泉嘅永久會址呢個嘅計劃，多謝大家。